亚飞，何必与畜生一般见面？你就是这小子，太猖狂了，把他的腿给打断。哼，小子，好胆量，老夫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。米特尔藤山的会场还活着吗？竟然敢这么说大长老，我们大长老可是加玛帝国十大强者之一，这位老先生他究竟是谁？你这糟老头子，闭嘴。阁下，你没有资格这么称呼。一炷香之内，那些药材必须出现在你面前，否则我不介意让米特尔家族少一个长老。你放肆！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你这是与整个米特尔家族为敌！小心！爷爷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斗皇强者。抖音。